为了迎接学校95周年校庆，乐丁国小特别举办学生的音乐会，提供学生表演的舞台，增加成就感。另外，也展示出乐丁国小这20年来对音乐教育的成果。优美的音乐声，让现场每一位观众拢听到足入迷。过几天就是乐丁国小95周年校庆，学校嘛趁着校庆进前举办音乐会，和大家做伙来感受乐丁国小这几年来的音乐教育顶的成就。今天是我们乐丁国小在预定4月15号95校庆之前的一个首部曲，利用今天晚上办理我们乐丁国小的音乐深耕、乐音飘扬的一个活动。在这个地方，除了感谢大家的参与之外，也要利用这个机会让大家来认识我们乐丁国小这将近20年来的音乐发表的一个成果，也要跟大家报告乐丁国小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的音乐成就，包括我们的陶笛得到了彰化县的全县第二名，包括我们的直笛已经第4年的得到全县的冠军，也在全国比赛当中有非常优异的成绩表现。那还有所谓的弦乐、萨克斯风、乌克丽丽等等，这些成果今天晚上将会一一的展现在各位的面前。现场是来了足侪家长参加，做伙来听囡仔精彩演奏。新中华新闻蔡良清、陆港、彩虹报道。